您见过这么大的袋子吗？和手臂一样长的。但是啊，今天啊被坑了。肉啊，只有这一点，你自己看。哎呀，但是啊，还是不能耽误我们吃，只吃精华部位。哎呀，哎呀嘿，哎呀疼。哎呀，吃过粉丝袋子的朋友都知道，这个地方老鲜老嫩了。这些地方全部不能吃，扔掉。哎，哦。肉质特别的紧致啊，